嗨，欢迎来到嗨爆日常。如各位所看到的，就是呢，我又拜了一台直升机。OK， 今天呢，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F180 哦，跟我一起开箱。其实呢，我买的是一个 RTF 版本哦，就是买来呢，它有附遥控器，买来呢，你就可以飞了。OK，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一个，这是它的一个盒子。那首先呢，会有飞机。然后有这个说明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有什么。说明书呢，就是跟你介绍一个这个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流程。接下来呢，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呢，是这个它一个遥控器的一个设定。这个呢，假如说你买他把的一个遥控器哦，它是有资源的，你就不用看这一本。那这个遥控器呢，是阳春型的哦。来给各位看一下，那它很贴心的是一个还有中文的版本，这个呢，哦，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飞机这里，好，各位现在看到呢，它原厂呢是有附一个那个主桨的哦，跟两个尾旋翼的一个叶片，它原厂呢还有附一个简单的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线，那这充呢可以用，只是呢有点慢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到它的一个遥控器，它的遥控器呢是吃四颗的一个三号电池，好，四颗的一个三号电池，然后它原厂的一个开机键呢就是在中间这里，然后呢我选的是美国手，然后呢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后，看到是我们的油门的一个锁定，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大小洞。它这一台机子，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六 G 模式，就所谓的一个自稳模式，然后跟手动。那这个呢，在空中呢是可以自行切换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会选它，就是因为你做动作，比如说倒过来，啊，发现不行了，我让你切一个六 G， 它马上呢放飞机让你停正 ，OK。那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减少那个摔机的一个机会。好，再来看我们看到一个直升机的部分。壳打开，它的壳呢是橘色的，有没有其他颜色？我好像没看过哦。然后呢，再来呢是它的一个主旋翼，它的这个主旋翼组啊还不错哦，它都是使用金属的，不是使用塑胶的。OK， 那其实它整个结构看起来都是还蛮简单的，然后三颗的一个伺服器，然后再来我要说它的脚架。哦，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脚架啊，有没有前面是缺一个的？这个事情呢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呢，它小台，我以为它可以玩西火降落啊，这边又做一个错误示范。因为呢，它的尾旋翼呢是用马达转速去改变方向的，并不是像我们大台的直升机一样是用轴传哦，它整个呢是联动的。这一台不能玩，你一玩呢，它就重加速度绑。然后呢脚架就断了，这个脚架断是就是这么来的。碳纤维的脚架的缺点就是它摔太大力了它就断了，那这一个脚架我记得是120块，那 450L 的脚架呢是塑胶的，它就稍微有一点可以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哦。那整体飞起来呢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力量不输大台了，它听起来声音呢也是很恐怖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我们户外实测的一个部分 ，OK， 那我们就转场 ，Go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上一次摔飞机的现场，在这边场地哦非常的好，有没有？非常的宽广 ，OK。那一样，我们来上电池，它的电池仓呢一样在这下面，然后呢一样是这个电池板跟这个魔鬼毡，来我们把它卡进去 ，OK。它遥控器 ，hold 关，上电，我们测试一下，升降舵，注意 ，OK，OK， 切换视角，好，一样，我们第一颗电池。先做简单的一个悬停，来试试看它感觉。今天风有点大，我很害怕。今天的风大概有30级左右，哇，真的是不知道上去怎么样。好，来，上空，
这是这一台第一次在户外飞了。我的 normal 模式哦，开40而已，其实上次的摔飞机阴影还在。小飞机哦比较轻，真的是蛮容易受风影响的。好，右侧停旋。这一台呢就没有450这么温柔了，这台其实有点像比较活泼的女生，这个稍微动作一点点而已，它就给你比较大的回馈。所以玩小台我觉得没有比较容易有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颗电池。啊，我的壳忘了装，我的壳。装壳，脚都奇怪，怎么空空的？啊，现在开 idol， 习惯它这个螺距的一个变化。来，飞前面一点，来倒过来哦。哎呦，可怕哦！我的心跳还是好快哦。分家，1、2、3。哇，倒过来了，但是好可怕哦，拥抱哎。飞高一点，飞高一点。啊，我会到了。我比上次更厉害了。完好。哇。终于有今天了。好，现在第三颗电池。Go。脚架断了，太大力了。好，各位，刚飞了三颗电池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好飞的啦，只是它有点太活泼了，对个新手要抓住它其实有点困难。那这一次的损伤呢，比上礼拜好多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我上一次呢做这个熄火降落，我就买了2组啊，别惊啦哦。不过今天很开心的是哦，有比上次更突破，妈，我出运了耶、！那总结来说，它的遥控器呢，这原厂的 T6， 觉得还蛮好控制的啦，至于不会那种很有点玩具那种塑胶感那么重。啊，今天呢这个实测，我个人觉得这一台买的非常的值得，好不好 ？OK， 它的料呢，我觉得还蛮好叫的，那个。基本上会坏掉的东西，你虾皮找啊，露天找基本上都有。OK， 那它一个电池我感觉大概是可以飞5分钟，我买4个，它其实出来大概平均4颗6颗，你也差不多累了啦，也该回家了。OK， 今天算是有收获的一集，我觉得比上次好太多了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赶快订阅一下。我是海豹，海豹日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换就好了。